再来，哎，你刚才干嘛扶他呢？再把他放倒，放倒。把他放倒，再让他站一次。我刚才都不是故意的，他自己玩着那个书，然后一撅着屁股，他站起来了。哇哦！这回自己站起来试试。把他放倒，放倒，放倒。他不倒，他不倒。他就要觉得站着好玩。哇！好，我们自己站起来试一下。哦，要沉倒了。哇